大家好，我是莉安。在开始之前，有件重要的事想跟大家分享。因为在我人生中意义非凡的今天，我想对某个人而言一定也很重要。是的，是我吧。从小到大，我最讨厌醉醺醺的他，每次都想偷亲我的脸颊。但我现在了解，原来这是爱。其实我也很讨厌他，每次在我去上课的时候都不戴安全帽，还一定要点支长寿烟，臭得我整身。可是啊，距离再远再近，他都使命必达。我现在了解，这就是爱。长大后，他教会我开车，我最喜欢听到他朋友称赞，有个女儿真幸福。喝酒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载你。我越来越了解，这就是爱。有次深夜，我在外地接到他的电话，他说工作太累，不适合也没关系，回家休息一阵子再出发就好了。我说没关系啦，再看看。那时候我已经了解，这就是爱。幸好我有听话，回家陪你。幸好我喜欢拍照，记录下你。幸好我已经知道，一切都是因为爱。我还好小好小的时候，他牵我在海边，我们拍了一张照片，就像这样。而现在小小的我终于长大了，其实我也像普通的女孩一样，梦想过长大让爸爸牵我一起走过红毯。而今天，我终于让这一幕成真了，终于成功让爱清楚描绘出我心里的画面。身为女儿二十几年，今天特别谢谢她，希望你们也珍惜着现在，用力去爱，用心去爱。谢谢你们今天来，谢谢，谢谢。